يا الله يا الله 示威、祷告、抗议。巴勒斯坦的穆斯林信徒就是要让以色列知道，在圣殿山安装金属探测器，就是在挑战他们的容忍底线。I'm warning you, keep away from the Aqsa. Don't touch the Aqsa. Now you are stepping on the last nail that we have. 以巴之间的僵局就这样维持了好几天之后，原本不肯退让的以色列突然把一架架安装在圣殿山的金属探测器全部撤走。聚集在圣殿山附近的示威者纷纷高喊口号，庆祝他们在这场抗争中获得胜利。结果最后还是遭到在场的以色列军警驱赶，狼狈逃离现场。撤走了金属探测器，虽然能够暂时缓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不过这并不是长远之计。为了缓解紧张局势，联合国安理会特别开会进行讨论，而联合国中东特使也警告，如果在来临的星期五穆斯林的祷告日之前还不能找到解决方案，那以巴之间的危机将会加剧。 I think the dangers on the ground will escalate if we go through another cycle of Friday prayer without a resolution to this current crisis.